同学们好，我是 Denison 大学的连新达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学中文。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叫做日日新，就是天天新，每天都要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跟一个汉字有关系。哪一个汉字？这个汉字，这个字你们肯定已经学过了，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在说新年好的时候学到这个字的。要是你会说新年好，那你一定也会说新学期，对吧？新学期来了多好啊，上新课，你可以认识新同学，你可以交新朋友。更好的事情是你爸爸妈妈会给你买新电脑，你可以在电脑上看新电影，什么都是新的。好，买新书，新学期嘛，还有新衣服，新鞋。一般来说，新的东西就是跟以前的东西不一样，一般来说新的都是好的。当然了，老同学老朋友那更好，对吧？但是认识新同学，认识新朋友也是一件让人很高兴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是新的东西，好的东西，让你会很高兴的东西。好吧，我们现在就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啊，就是这一位。这个人你们认识吗？他叫做阿基米德，当然了，这是他的中文名字，他叫阿基米德 Archimedes、他是谁？他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古代希腊的一位很有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你知道什么叫数学，什么叫物理，对吧？他是个很有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好，他又聪明又用功，这个人他很喜欢想问题，他工作的时候想问题，他吃饭的时候想问题，他连洗澡的时候都在想问题。好，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他又想问题了，他就想啊，这个东西在水里头，为什么有的东西会浮起来，为什么有的东西会沉下去，为什么啊？后来他就想了，这个东西啊跟密度有关系。什么叫密度？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一个东西它的密度有大有小。要是这个东西它的里头很紧很结实，什么都挤得紧紧的，那么我们就说它的密度很大。就比如说这个石头吧，这个小石头虽然很小，可是它挺重。为什么？因为它里头很紧。这个东西它占的，因为它很重很小，所以它占用的地方就很小。我要是把这个石头放在水里头，它占用的地方也很小，所以它就会往下沉。相反，假如我现在手里是个木头，是个木头，木头很轻，可是你看它挺大的，很轻，它的里头一点都不紧不结实，它占用的地方很大，虽然看起很轻，可是看起来很大。我要是把它放在水里头，它占用的地方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会往上浮。好吧，我不是物理老师，我是中文老师，我可能说的不清楚，没关系，下课以后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查查。总而言之，阿基米德他找到了一个定律，找到了一个叫做浮力，往上浮的浮力的定律，也就是
有关福利的科学的道理，他知道了什么叫福利。那知道福利有什么用呢？非常有用。比如说你知道福利，你就可以想办法把船坐船，把船坐得很大，虽然很大很重，可是它能很容易地浮在水面上，对吧？很有用的道理。好，发现了这个东西，阿基米德太高兴了，他高兴死了，他一高兴就叫了起来，他高兴地喊叫了起来，他叫什么？他叫尤里卡。你看，他发现了往上浮往下沉的力气，他说要是往上浮的力跟往下沉的力一样大，那么就不会沉。他发现了浮力，他高兴死了，他喊尤里卡。好，尤里卡这不是中文，那尤里卡中文是在中文里头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我知道了？我找到了尤里卡。好，因为他是外国人，他不会说我知道了呀。那谁会说我知道了，我找到了？你看现在澡盆里的人已经不是阿基米德了，他是个中国人，他会说尤里卡。所以我们下面要认识的另一位新朋友是个中国人。好啊，你们看，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有一个王，这个王他有很多好东西，你看看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很多非常漂亮的非常珍贵的别人没有的这个国王自己才有的艺术品。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艺术品，用中文应该怎么说？这些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啊叫青铜器，中国的青铜器。青，你们一定会说青菜对吧，吃青菜，青就是绿色的意思。铜你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你看看这里有解释啊。器，什么叫器？杯子啊，盘子啊，碗，锅啊，瓶子，这些用的东西都叫器。那你现在知道什么叫青铜器了吧？那为什么会是绿色的，为什么是青色的呢？这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很久很久以前做的，已经放了非常久了。放了多久了？放了起来就会有点绿，绿绿的，黑黑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青铜器。好啊，青铜器中国古代很早很早以前就会做，做得非常好。你们看看，我现在让你们看一个非常漂亮的青铜器，实在是漂亮极了，而且不但漂亮，不但漂亮，而且很有用。你看，这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它还是一个很有用的用具。这虽然是铜牛，对吧？你看，看起来是铜牛，可是其实它是一种用具，它是一个壶。什么叫壶啊？这样说吧，壶就是一个瓶子，可是它的肚子很大，肚子很大的瓶子就叫壶。你看，这一头牛，它身上有很多花纹，对不对？它身上有很多装饰的花纹。它肚子里可以放水，可以装水，可以放东西，放吃的东西。你看牛的背上，在牛的背上面还有一个小东西，好像是又是一个小动物，对吧？做得非常精巧，非常漂亮。好，而且是又好看又有用，对吧？好，我们再看，青铜器有各种各样，有大的，有小的。你看，现在左边的这一件不就非常大吗？右边的
这两个小杯子我们叫尊，就比较小。好，有的很高，有的特别矮，有的挺高，有的特别矮，挺，特别，这些字大概你们都学过了，对吧？好，有圆的，也有方的，你们应该知道什么叫方，什么叫圆，对吧？各种各样，好吧？再来，你看，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什么叫复杂？复杂可能你们还没有学过，复杂就是不简单。什么叫简单？简单就是不复杂，所以他们正好是反义词。有的相当复杂，左边的相当复杂，右边的就比较简单。好，有的很轻，有的很重。你看左边的这个就好像很轻，轻得不得了，右边的这个一定非常重，你看它那个样子，是吧？好啊，有的很长，有的很短，这是两把刀，因为我没有这两把刀的照片，所以我就把它们画出来。那你们看看这两把刀，你要是到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一把刀比下面的这把刀短，也就是说下面的这把刀比上面的这把刀长，长得多。你们一定学过了比，对吧？比的句子不要说错了，长得多或者长多了，对吧？好啊，虽然上面的这把刀很短，可是不得了，它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你知道什么叫最早，对吧？最早的青铜器有多早啊？你问，有5000多年了，这是5000多年以前做的刀呀。我希望下次如果你到北京去，可以到国家博物馆去看看，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这把刀太重要了呀，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得看看这些青铜器有什么用啊，它们是器，是用具，对吧？所以应该有用啊。有什么用呢？这个东西好像是做饭的时候用的，对吧？很像，但其实不是做饭的时候用的，做饭的时候不需要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太好了，太重要了，太珍贵了，不能拿来做饭。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用？是开会的时候用，是国王过生日的时候用，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ritual， 这是用在 ceremony， 用在 ritual 的时候，不是拿来做饭的。下面的这些东西你看看，那就是可能是吃饭啊，喝酒啊，可能就会用到这些东西了。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很珍贵的东西，普通人大概用不到，只有很有地位的人，王呀，很重要的人才能用到这些东西。好，青铜器这种东西其实在别的国家，以前在古代别的国家也有，可是中国的青铜器跟别的国家的青铜器不太一样，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什么地方？要是你仔细的看，要是你很认真的看，你一定可以看到在这个盘子的里头有汉字，对吧？是不是有字？有中国字。好，这个是不是更清楚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壶的中间有一个字你认识？王，是不是？就是王啊。他说这个壶是一个王的壶。我再让你们看看另外一些汉字，这是从另外一件青铜器上拍下来的一个照片。你看看
你们看看右边，右边从上面往下看第二个字，这个字你们应该认识吧？哦，对不起。好，这个字第二个字你们应该认识吧？日，日是什么？日就是天嘛，星期日、星期天，它就是说在这一天，一个王让人做了一个很大的青铜器，大，你们有没有看到大字？大就在这，这就是大。这个字是什么字？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工作的做，做作业的做，看起来还有点像啊，啊，但是很不一样了。做，就是在这一天，王让人做了一个很大的青铜器，这个字你一定认识吧？虽然写的不太好看，这个字是用，是不是用？有用的用。这个字是什么？看起来像什么？这是两三千年以前写的字，跟现在不太一样，可是还看得出来这是家，对吧？是不是家？家用，这是我家在用的，这是王让他自己用的。你看，几千年前写的汉字，现在中国人都能够认出来，都能够看出来，这是中文跟别的语言不一样的地方，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吗？你们现在学中文，你应该很高兴才对，你学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几千年前写的字，我们现在还能够懂，真是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对不对？好，说了这么多跟青铜器有关的事情，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国王的故事上来。好，这个国王啊，你看他非常喜欢青铜器，他有很多青铜器，他又很喜欢洗澡。那你想，他又喜欢青铜器，又喜欢洗澡，那应该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了，他就想做一个很大的青铜的盆子用来洗澡，也就是说他想做一个很大的青铜器的洗澡盆，青铜的洗澡盆，哇，用它来洗澡。你们看，这就是国王在一个大青铜器澡盆里面洗澡，对吧？好，他让工人做这个大盆子，然后他告诉做洗澡盆的工人，在我的这个洗澡盆里边得有几个汉字，你们得做几个汉字，当然不能写了，得做，你们得做几个汉字，做什么字？你们得刻呀，你们得做，做什么？做这么几个字呀。第二个字你认识吧？日，有好几个日啊。另外一个字是什么？是不是有点像心？就是我们一开头看到的那个心字，对吧？好啊，写了这么多日，写了这么多心，日日心什么意思？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他写的就是这么九个字。你要是从左边往右边看，这是我们现在写字是这样写，对吧？从左边写到右边，以前是从上面写到下面。那你看看，第一个字我不认得，对不起。第二个字是日吧？第三个字心，又是日，又是日，什么意思？好吧，我们把它写成我们今天写的汉字，看得清楚吧？日心，日日心，又这个字你懂吧？日心，我还是不懂，我还是不，为什么不懂？因为第一个字我不认识，第一个字我不认识，这是什么字？好吧，我先让你懂得怎么念啊，我给你拼音，你现在懂了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还是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没有标点符号，要是有标点符号说不定会容易一点，对吧？好吧，我们就给它标点符号。那你应该怎么念？应该念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开始有点意思了吧？但是还是不太明白，不太清楚，为什么第一个字不认识？第一个字什么意思啊？如果，有人说啊，它是如果的意思，或者要是，对吧？要是如果，那我们可以猜猜看什么意思？如果日，日就是天，每天每日，日日，苟日新，要是一天新，日日新什么意思？每天一天又一天新，又日新什么意思？又啊，还要更新，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吧，我来跟你们说说这九个字背后的故事。这个王啊，他很喜欢洗澡，他每天都洗澡。那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他就想了啊，他跟阿基米德一样，他洗澡的时候就是喜欢一边洗澡一边想问题。他就想，哎，我今天洗澡了，我工作了一天很累，现在我来洗澡，我洗了一下就非常舒服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把我一天的累，把我的麻烦，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给洗掉了。洗了以后，我就跟没有洗澡以前的那个样子不同了，我就跟洗澡以前不一样了，我就新了，对吧？我新了就好了，我就很高兴了。那么要是我今天洗澡，我今天新，我为什么不每天都洗澡，每天都觉得很舒服，都新，为什么不呢？我就应该每天都新。那要是我能这样做，我就每天每天，今天一定要比昨天好，明天又要比今天好，还不够，我后天还要比明天好，永远要这样好下去，一天要比一天更好，不停的好，不停的新，这样我就能够永远的往前走，永远的新，对不对？这多好。这个国王很聪明，他不只是在想洗澡的事情，他想啊，洗澡是这个样子，那做事情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我工作有时候会做得不太好，有时候甚至会做错，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洗一下？我就把做得不好的东西，把有错的东西，把不干净的东西给它洗掉，我洗了以后不就新了吗？像洗澡那样，把我工作里头的麻烦、不高兴、不好全部给它洗掉，一洗掉我就新了，我就变好了，我以后做事情就会做得更好。要是我今天能够这样把不好的东西洗掉变新了，那我为什么不每天都来这样洗，每天都新呢？如果我能每天都新，我就不停地这样做，我又日新，那不是就能永远的新，洗一次新一次，天天洗天天新，永远的新下去，永远的不但好，还要更好，还要再好，永远的好，永远不停，这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吗？你看这个国王他也可以说 Eureka， 我发现了什么东西，我找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找到的不是福利，跟阿基米德不一样，不是科学知识，他找到的是做事情的道理，他找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教你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好，教你怎么才能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提高你做事情的水平，
提高你的水平，对不对？好，那你可能会说，啊，是啊，如果他是国王，那挺有用吧，因为他是个国王。可是我是个学生啊，我又不是国王，这九个字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了。要是洗澡是这个道理，做事情是这个道理，工作是这个道理，那么学习也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其实啊，其实学习更应该是这个道理，更应该是这样，你们觉得呢？比如说你学汉字，你学中文，要是你有一个汉字写错了，老师会说写错了，你得把这个字改过来，你得写对，对不对？你要是把写错的字改过来写对了，这就好像是像洗澡那样把错的东西给洗掉了，对不对？把错的东西洗掉以后，你不就新了吗？不但新了，而且以后你在学汉字的时候，你会学得更好，因为你不会错了，对吧？要是你今天能够把今天做的不好的事情给洗掉，那为什么你不每天都这样做，每天都洗一下，每天都把有错的东西给洗掉，那不是很好吗？这就叫日日新，每天都新，这就是每天都在进步，对不对？要是你能每天都进步，你又不停下来，你不断的学习，你不断的进步，你有错就改，你不但不会再错，而且你会学得更好，你在学新东西的时候，你会学得更好。要是你能够每天洗，每天新，你一直往上走，一直往前走，你的中文水平一定会提高，对不对？你看，这个国王发现的东西是不是非常有道理？他可以说Eureka， 我知道了，我找到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国王跟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阿基米德，他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看，跟阿基米德一样，这个中国的国王啊，他也很聪明，他也很用功，他也很会想问题。你看他在洗澡的时候也在想问题，跟阿基米德一样。不过他想的问题啊，跟阿基米德想的问题不太一样。阿基米德想的是一个科学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东西会浮起来，有的东西会沉下去，这是科学，对吧？这个中国的国王啊，他比较关心的而不是船怎么浮在水上，他关心的是怎么样才能把事情做好，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进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是一个王，我应该成为一个好的王，我应该能够为大家做好事情，对不对？那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日日新，我应该每天都把不好的东西去掉，我应该不断的进步，对吧？所以他发现的东西跟阿基米德发现的东西不太一样，我觉得他发现的东西也非常重要，他找到的东西也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中国的那些很重要的人，那些思想家，那些哲学家，他们关心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的人，一个有用的人。好，我知道了，我找到了。说了半天，我还没告诉你们这个国王是谁，他是谁？他是一个真的人，真有这么一个国王。你看，这是他的名字，商，第一个字商，商店的商，商是他的 dynasty， 他的那个国家的所在的朝代的名字，好吗？
他是一个王，他的名字叫汤，所以我们把他叫做商汤王。你看他活在什么时候？很久很久以前，他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很喜欢想问题，他很喜欢进步，他很想进步啊，因为他不断的进步，所以最后他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王，一个很有用的人。现在只要一说起商朝（ （Shang Dynasty）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青铜器，然后大家就会想到商汤王，就会想到这个王，然后大家就会想到那九个字，哪九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现在这九个字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的 Great Book里面的 依据很重要的话，他教你怎么做一个很重要的人，很好的人，很有用的人，好吗？好，我们这个故事就快讲完了。那我希望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以后啊，你们要是洗澡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想想问题，看看你会不会发现什么东西？ 找到什么很重要的道理啊？要是你找到了什么很重要的道理，科学道理，或者像商汤王一样发现了什么很重要的，能够让你天天进步的这种东西，你就可以大喊起来：“Eureka！”哦，不行，只能说中文，不能说英文啊。 不能说希腊文，对不对？好，那应该怎么讲？要是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大道理，你应该说什么？我知道了，我找到了。Eureka，Eureka，好吗？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好吗？谢谢大家跟我在一起上了一节有点意思的中文课，对不对？ 非常感谢大家，再见。